才算是女朋友啊。哎呦，要拍到侧脸才给你看哦。亲爱的，我被拍到正脸了，那我们分手了。My man, my lady。我是周杰伦爱心，我是周杰伦 Penny。没错啦，今天呢，8月2号周杰伦摩天轮世界巡回演唱会到台北，隆重引爆，我没得去。我也没得去。对啊，明明就是很想去看，明明就是在马来西亚。那是为什么没得去看？因为我们哦，我们今天呢，每个小时都会有周杰伦的歌。对，那我们就是今天也扮得超像周杰伦的，有没有？对啊，你有周杰伦的什么？我有周杰伦的这个帽子啊，还有哎呦，不错哦，哎呦。AK， 你问我有周杰伦的什么？你有周杰伦的什么？我有周杰伦的才华，明明就夜夜跑得差，啦啦啦啦啦啦啦！好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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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回来！你是 DJ， 保持一点形象。OK 好了，那这次呢，周杰伦来到马来西亚，我们 My Fan 真的是可以说是全力支持，全力对，阳光灿烂呢，一直到最后一刻都在送出 VIP 的票 ，VIP 啊 ，VIP 的票真的是有钱也买不到。对，而且周董这次来到马来西亚来3天哦，三天还是爆满的。是超厉害的，除了周杰伦还有谁能这样？就只有我了。哎，叫我，叫我周导演，叫周导演了。好了，周导演，叫我们去拍戏喽。